以经济体、以地区经济体身份派有关人员啊参与 APEC 的相关活动。组 APEC 的组织本身啊，有长期执行的惯用做法。我们的立场很清楚，即必须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的谅解备忘录有关规定。任何借机谋独的花招和图谋，只能是自取其辱。